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丁桂珠，欢迎收看今日六月二五礼拜五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县政府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方案，县长林明进二十五号早起连续走了南投、埔里、信义等等六个乡镇，专工一户一户来拜访，慰问最近注了新冠肺炎疫苗往生的七位阿公阿嬷的家属，并且送给每一户十万块的慰助金。县长林明进来到最近注新冠肺炎疫苗了后，往生的七位阿公阿嬷厝内关心家属，并送着每一户各十万块的慰助金。谢谢南投县长林明进先生，送这次十万块的慰助金给我们，很感谢县长。为了要慰助哈，我们今天呢、特地哈、来给我们南投市啊，这个阿嬷哈。大概93岁的哈，他不幸啊，这次打 AG 啊，他因为体力啊没有办法复活，他所以呢往生。今天呢、县长特地啊带10万块了啊，给他们家属啊一个慰助哈，哎，希望家属能够节哀。南投县内注新冠肺炎疫苗了后死亡的长辈，分别住伫南投市国姓乡、埔里镇、溪底乡、信义乡以及民间乡，包括两位阿公、五位阿嬷，年龄是位76岁到93岁。县长除了虔诚念香祭拜亡者，嘛不时请家属爱保重。我们这支 A G 啊，这個、老大人要打吼，大家都要慎重的考虑一下哈，尤其老大人的身体啊、抵抗力啊，较无遐强。南投县这次往生的哈，打 AG 往生的哈，大概有7位，那今天县长都会一一的来给他们，来发慰助金呐、给他们在后事方面呢、能够有一些一点点，这个钱呐、来帮他们呐、料理后事。官府指出，注新冠肺炎疫苗死亡慰助金，一般民众是每人10万，中低收入户15万，低收入户20万，加上唔免申请，会由卫生局汇总资料，甲社会及劳动处共同认定了后，直接通知发放。记者陈世昌报道。